穿梭浩瀚星海，无畏前途黑暗，漫雅秘法之力由你而起。欢迎来到战神风暴，你请点击工作列搵食，只有你一个回来。阿尔斯星球是我们的家园，奖励挺好，快点去拿吧。哇，这把武器真是型啊，快点带着试一下吧。能够再次见到你，我好欣慰。敌人的部队喺，所以我哋需要你提前疏通道路，令骷髅带住物资顺利入城。我会帮你开启传送。黑曜联军嘅碎石军团已经入侵咗黎明之渊啦，快啲点击立即前往进入战斗啦！拖动呢度，控制角色移动。呢度系黎明之渊，前面就系黑曜军嘅占领区，消灭佢哋就能够疏通呢一度嘅道路。做得好啊，誓约者！你唔止打通咗道路，亦帮联盟赢到好耐冇赢嘅胜仗。我同艾鲁梅拉同时关注你嘅战斗，你爆发嘅能量，但系你嘅战斗技能仲要进一步提高。我建议你去揾古尔玛。听讲马格纳斯安排咗一位誓约者俾听我指令。首先，你需要感受自己嘅身体，感受体内嘅力量。有古尔玛的帮助，你开启了技能升级，快点点击升级提升技能等级啦。在上，好啦，目前有一个，我这里有一件装备送给你，当是我们的见面礼啦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收集装备只是开始。点击快速挑战可以帮你快速选择最新关卡的。
头先，黎黎明，你有冇谂过？另外，马格纳斯委托我将呢件装备送俾你，佢叫我同你讲，要时时记住自己誓约者嘅身份。佢希望你能够继承里昂嘅志愿，帮联盟攞翻俾你啦，誓约者。我听讲过你嘅哦，誓约者听哦，差啲唔记得正经事。呢度有本书，佢叫起源之书，系马格纳斯特别交代我交俾你嘅。我睇冇人会比你更加需要佢。我谂凡尼莎，根据你之前唔理系咩情况，你都要将乌鲁带翻嚟。如果你成功咗，就可以改善星辉城物资缺乏嘅局面。狗壁终于嚟啦！快啲将呢啲怪物赶走，我呢个罩顶唔得几耐嘅啫。佢哋嘅大佬嚟啦，小心啊！就凭你，我会同碎石军团对抗。招呼你啦！佢攻击我嘅防护罩，拦住佢！无用嘅废物，今日等我亲自出马！佢整烂咗个罩啊！快啲帮下我！你以为你赢咗咩？我哋会再见面噶。多谢你帮手啊！我会报答你噶。多谢，呢啲都是联盟的。找到了，这件装备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够早日着得整齐。另外我这里还有一些私藏的宝贝，送给你了。